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员工。你好，我们公司环境好像挺好的。好个屁，千万别来这干，我们老板是个人渣，每天加班还没有加班费，在这里干活啊，干的比狗还多，拿的比鸡还少，在这里工作连狗都不如，赶紧走吧。老板好。老公。老公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公司不要叫我老公。颜如玉啊，这是我老婆，来公司上班呢，体验生活，你带她一下。你干嘛收东西？我刚才骂了老板，也就是你老公，在这个公司肯定混不下去了，还不如自己走。没事，我不介意。真的？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人特别好。那倒不是，前面你说那些加班不发加班费一类的制度，是我介意我老公这么做的。老婆，吃西瓜。哇，老板，你对你老婆真好。那是。来，老公吃西瓜啊！这是我们家老公地位最高，他赚钱辛苦，一般他吃西瓜，我吃西瓜皮。我老公说这叫三重四德。老公来再吃一块。女人嘛就得调教，不然没大没小成何体统啊。老话说得好，老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40岁之前不能让她吃饱饭，60岁之前不能让她买超过50块的衣服。你能接受？我觉得这很合理啊。来，老公再吃一块西瓜。老婆，我帮你按摩一下，还算有点人性。哎，老板，不是你帮老板娘按摩吗？是啊，我用肩膀帮她的手按摩啊。6:30，下班时间到了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放进来，你招待我干嘛？还不赶紧进来！老婆，这个包你拿着，要不我今天睡走廊得了。你帮我把被子抱出来。我又没吃你，赶紧进来，我做饭给你吃。这么识趣啊？在外面我给你面子给足了，在家里面你就要给我面子。你在外面把我当牛使唤，现在到我啦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能打脸。是吗？快点，你不快点？你快点，全部我洗干净，旁边全都是油渍，倒是洗快点，洗干净一点，快点。哎，老婆，洗完了，洗香了吧？其实看到你挨打，我也心痛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心疼我。心疼个屁！我是打你打到自己手痛了，你